晚上心灵讲座，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。10月3号星期二，念贤节千佛，持斋除罪1000节，印度，晚上心灵讲座，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。10月6号星期五，色拉节寺，上午9:30，印度白杜姆长寿法会。上午10:30，海涛法师开示。下午，烟供及放生法会。10月7号星期六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，持斋除罪90节，印度龙德寺全天法会。10月10号星期二，上午，印度十轮金刚大塔落成典礼。下午，参访大爱道比丘尼寺院及烟供。10月11号星期三，燃灯古佛圣诞，广泽尊王千秋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，印度铁丘仁波切寺院法会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菩萨，阿弥陀佛，做一个三宝弟子就要护持三宝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多照佛像，代表佛陀的身体。第二个呢，护持佛陀的口业，那我们要多印经典佛书去推广。第三个，护持佛陀的心，那是代表什么？舍利塔、佛塔、转经轮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经轮、小型的转经轮、大小的舍利塔，来放置在任何地方，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到佛陀的教法、佛陀的心，来圆满佛陀的身口意。阿弥陀佛。生命基金会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，共同供养佛陀身与意，庄严世界，净化人心。欢迎护持佛像、经典、舍利塔制作。划拨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咱佛教徒伫佛面头前真爱点灯，所以我甲各位建议，后摆你若要看生命电视台一拍开，你就点一个灯，放喺咱电视台顶头。啊，有灯就代表有佛。啊，你若放喺顶头，你就拍摄去看迄个什么唱歌跳舞连续剧，你就要逐天看生命电视台。不但呢，也希望各位呢来布施灯。哦，各位呢，布施灯的功德嘛，就光形形色色，有智慧、正知正见，走路袂跋倒。哦，你布施灯油，哦，目睭灵，大泪个光，布施灯心，双眼皮，布施灯座，哦，眼眶庄严。所以各位呢，啊，更加要紧呢，暗时若愿意，伫个风高野外找一个所在，点49盏灯，写一个符号，外口的好兄弟拢个超度，个布施一挂水，一挂米。啊！你若阁常常愿意布施灯去佛寺，阁较好。啊，咱敬拜法会拢爱点2-3千、2-3千盏的灯啊，各位也可以买好的灯油、好的油灯来布施，啊，大家广做功德。但是各位也记得，厝的呐拍开生命电视台，众生的生命之灯就拍开了。所以常常拍开生命电视台，点一个灯在电视台顶头，常常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阿弥陀佛。户籍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，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到场，同业大众。福愿对相寻，皆由三业庄严行人，因诸苦报。相与既知是众苦之本，宜因勇猛挫而灭之。灭苦之药，唯有忏悔。故今称叹：十二见儿，一不作罪，二能忏悔。大众今日将欲忏悔，当竭其心，整肃其容，内怀惭愧，悲怅于外，其二种心，则无罪不灭。何者二种心？一惭二愧。惭者惭天，愧者愧人。惭者自能忏悔，灭诸怨怼；愧者能教他人，解诸劫福。惭者能作众善，愧者能见随喜。惭者内自羞耻，愧者发怒向人。以十二法能令行人得无碍乐。相与今日起大惭愧，作大忏悔，至心求哀，四生六道何以故耳？今言一切众生皆是亲缘，或今为父母，或今为师长，乃至今为兄弟姐妹，一切皆然。良由堕无明网，不复相知。既不相知，多起触恼，以触恼故，怨怼无穷。大众今日觉悟此意，至诚恳测，苦切用心，必令一念感十方佛，一拜断除无量怨怼，
等于痛切五体投地，重复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定义佛，南无无量行佛，南无明照佛，南无宝相佛，南无断疑佛，南无善明佛，南无不虚不佛，南无觉悟佛，南无华相佛，南无山主王佛，南无大威德佛，南无遍见佛，南无无量明佛，南无宝天佛，南无注意佛，南无满意佛，南无上赞佛，南无无忧佛，南无无垢佛，南无梵天佛，南无华明佛，南无生差别佛，南无法明佛，南无净见佛，南无德净佛，南无文殊师利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仰愿三宝同加摄受，令众等所忏除灭，所悔清净。又愿今日同忏悔者，从今日去乃至菩提，一切愿对皆得解脱，一切众苦毕竟消灭，皆悉烦恼永得清净，常慈四趣自在受身，亲视诸佛面奉尊祭，六度四等无不备行，具四辩才得佛实力，向好延伸神通无碍，入金刚心成等正觉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五。四身往返六道回旋，皆由冤对案相传，冤障佛哀怜，解释冤牵，万祸纵悠然。南无南胜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南胜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南胜地菩萨摩诃萨。初忏：妙相巍巍，立中天之槁日，慈风荡荡，震大地之春雷，洒甘露于尘心，灌醍醐于沙界，有求皆应，无愿不从，如来说五眼之光明，融会作五时之佛事。上来奉为求忏众等修从慈悲道场忏法金刚第五卷，礼诵云州功勋将毕，集五德之高流，沾五天之妙相，燃五分之真香，点五方之汇聚，祭赞一音，花杯五色，共撰辽为情线，礼佛孝于魁清，坐观诵经，殊功益德，先生回向佛菩提，然后普慈周法界，出生疏利，奉为求忏众等忏未忏之罪垢及未及之圣因。